那我们车内的部分呢、啊？我们列车的经销啊，是每四个小时，每四个小时会做一次经销的作品。开始。那经销的作品不是旅客经常碰触的地方，就是扶手啊、栏杆啊这个部分，那也是用。这个闸门口应该稍微轻一点，好。因为这边我们消除的重点就是各区采购这种套牌的白幕，然后这个屏幕，还有这边可能手会碰触到的地方，好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要做的。好，都是一个大台北的生活重点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提醒市民朋友，尤其新北市，刚好是这里面的最重要的中间地带。所以，光公车、捷运系以及生活的交汇点，都是我们必须全力防范的重点工作。所以今天来看我们的捷运，也就是提醒我们的捷运里面，因为这一次是后面在整个空气的密闭的方式上，必须要做好调整。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捷运的空气的。沥清器是对外来做交换的工作，不是内壁式的需求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清销一定要在两个小时里面清销。种种很多的防疫必须要一步一步落实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当台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和新北市的疫情一样，要跟桃园并肩作战。台北有发生一样，我们也跟桃采取同步严谨的全力应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守住新北，让疫情能够稳定的下来。所以我们全力以赴，希望把疫情。